较多，这种我们会把它叫做非伏壁，有吗？就是一个塔一个塔一个塔之间呢，哦，它会有像蜘蛛网连起来的这个非伏壁啊。那最美的呢，哈，我们都会哇，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在法国了哈。那法国人觉得最美的啊，最美的哥德式的教堂呢，在巴黎啊圣院啊。那各位看一看这个圣母院的形状的话，可能就会注意到说，好像还没有盖完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盖完。啊，事实上呢，它应该哦，它旁边的那个塔呢，它有四个哦，就是如果没有记错，它应该是有四个塔。事实上，它上面应该是要盖尖的上去啊，这个因为哥德式教堂最美的呢，就是它的尖塔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在那个时期呢，哈，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盖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盖宝塔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我们宝塔是九层嘛，哈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在。